嗨，亲爱的大师，你们好，好久不见了。虽然有一些人是在路上遇到，可是呢，对你们的印象还是两年前你们在大二的时候。我可能一直没有告诉过你们，就是我对你们的印象，就是我跟一些老师讨论过，发现你们是怪咖最多的一班 ，OK， 非常的有特色，然后很乖的学生也非常的多。刚开始呢，我有点不习惯，但是后来看见你们后来的发展也蛮好的，然后好快你们就要毕业了，那老师在这边就是祝福你们每个怪咖都可以好好的发展自己的天分，因为你们是非常有天分的，然后要好好念书的同学也好好念书，然后要好好当老师的人也好好当老师，还有有特殊天分的人，老师也真的祝福你们将来是鹏程万里。 OK， 好，那我就到这里了。